川奈奈这周发表会在首尔举行，主演包括樱木真、金高银、轩尼成员敏豪等人出席现场。金川奈奈讲述金高银饰演小时候因为遭遇事故而失踪的孙女，十年后再次与奶奶相遇的故事。这是敏豪首度登上大荧幕，谈起和金高银一起合作的感觉，表示：사실동갑내게친구인데어저같은경우는어데뷔를해서어떻게보면첫영화였고、네、고은이같은경우에는어굉장히많은작품영화를찍었기때문에어이제스크린의선배라고그렇죠저는생각을그렇죠했었습니다 예, 예어떻게보면제가많이정말많이배웠고요고은님한테많이배우고많이저를편하게대해주려고해줘가지고어이자리빌어서다시한번고맙다는말하고싶습니다쑥스럽나요잘해줬잖아아니그거맞는데너무공식적인자리에서 너무공식적인멘트네멘트여서좀你讲话这么官腔，不愧是我们模范生崔敏豪啦。而这部电影是感人的亲情剧，当金高银讲起自己的奶奶，更是突然哭出来。哎，这个，지금눈물이죄송합니다아유아유뭘죄송해요예또좋은기사거리를 이제개춘할머니가얘기하는것처럼네편하나만있으면뭐이런말들을많이해주셨죠네나연세가좀있으셔서이제연세가있으신분들은한번에이제건강이안좋아지시고그러죠네네네이제는어제가할머니의편이되어드리겠다라는표현을、네、쓰게됐죠그래서이영화의감정선이그런게네